即将开启天意约会，在虹桥上遇到的第一个异性即为你的约会对象。你给我当靶子。等一下啊，哎，等一下，反应有点慢了啊。假动作哪有假动作吗？我觉得真的很开心，会让我情绪好转很多。这里这里啊，笑多开心啊。今天是你跟我约会，你觉得谁会先来？按作息的话，应该会是小诗。哎，这个就是虹桥啊，是你吗？选一个吧。